我妹妹网恋肯定是被人骗了。哎呀，没有，就是我网上谈了个男朋友，聊挺好的。嚯，对对对，聊的是挺好的，聊了3个月，照片都没有，视频也没打过，关键是怎么约都约不出来，这就是挺好的。那人家不是老板吗？肯定忙啊。嚯，还老板，我看他就是个死渣男、死骗子，还说自己是老板。那你们今天就想让我们把他约出来是吧？对，我就想当面问他要个答案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哎，喂，你好，就是他。Hello，你好，哎，你是孟总吗？对，我是你们是要谈合作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就我们是雪儿的朋友，特委托我们过来找雪儿。对，赵雪儿吗？对对对对，他不是在网上跟你聊了有段时间吗？啊，就还挺想见你。行吧，那你们等我一下好吧，我去准备点东西。你紧张吗？我们的人已经找到他了。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去找他？他等会会过来。哦，你去买花了呀？见女孩子总不能空着手吧？意思，那花店老板说这个花象征着什么美好的爱情，就买了嘛。但是你们连面都没见过，就怕他是骗子吗？不会啊，他光给我买包就花了10万块耶，哪有骗子给人花钱的？要我说，他买的包都是假的，就是骗你这种傻大学生。你觉得雪儿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女生啊？感觉有很可爱的那种，就会让男人既有保护欲的那种感觉，就会想给她买。旁边那个是他哥，他哥，先转过先转，去看了卡。渣男来了。情有期限，帅哥最帅。爱你10万年。三步，想和你心有千岁，游走。那我倒数3个数，你们就转过身和对方 say hi 啊，3、2。等一下，孟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是我的妹妹，这个是。你是他哥哥？等一下，我有点懵。你们认识吗？我们认识，他是我的老板，他是。这刚刚还说人家大渣男、大骗子。渣男啊！我没有是渣男，不是你是渣男，你是渣男，我是渣男。这边，快，你们俩快站近一点，是不是很般配？你先聊，你们先聊，我有事儿在等你。那是还不给你送花？刚才在边上买的感觉跟你很配。谢谢。你说你是不是还有话想问男生啊？就是我想问一问，为什么之前我约你那么多次你都不出来呀？你之前不是说你喜欢那种阳光帅气腹肌男吗？我就。就这呀？那你现在练怎么样了？还行吧，但怎么样？女生，你摸一下看，可以吗？哇，有几块？8块，比我哥强多了。有人在偷拍。然后发到我们公司群里，让他再让我加班。原来你的圣诞甜蜜向我靠近。我以为那是爱，真的好坏呀！这可是我妹初吻啊，你一定要负责啊！那必须的。软吗？挺软的。甜吗？甜。脑子一片空白，就感觉他身上好香。哦，你觉得哥哥今天的助攻怎么样？很赞，绝了！可以，回去的公司地位直线上升。那如果正式在一起了，最想听他叫你什么？老婆。哦，他想听到你亲口叫他老婆。去他面前讲吧。嗯，如果你们觉得奔现成功啊，想正式在一起成为恋人的话呢，就在我倒数3秒后转过身来。哥哥希望他们转吗？那当然希望了，老板变妹夫，那不就衣食无忧了吗？以后也不用加班了。哦，也是啊。那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开始数了啊！3、2、1。忘了天追来的依赖，情况着我出来，依赖，你难不在乎？抱一个。有没有做梦梦到过别的女的？没有。够一点。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一个？是。这种还需要测吗？真的是。我就想看看。哎呀，第二个，我跟你前女友，你选谁？你，他出故障了，出故障了。
有没有做梦梦到过别的女的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你给我解释一下。前几天梦见我跟我爸出去玩，路上遇到我妈了，我妈妈，她可能这个也算在里面。哦，那我们再来一遍。在我们谈恋爱的期间，是不是和前女友偷偷联系过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那你到底有没有被电？没有。啊，还是说你在忍着？你是不是在忍？你看我刚才被电了，我都憋不住的，就是没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刚刚有没有被电？你说你在跟我谈恋爱之后就没有碰见过其他心动的男生，是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啊。我都是讲实话的，好不好？在跟我谈恋爱的同时，还碰到一个比我你觉得各方面条件更好的，你是否会心动？嗯。啊！犹豫了，他犹豫了。不会。好。我就知道，我肯定还是想跟你在一起。哎呀，最近一个月以内有没有过想跟我分手的想法？没有。笑哎啊！看看看看，我就说没有吧，我再生气我都不会想。把麦给我吧，一会儿准备去哪玩啊？一会儿带他去吃点东西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那你们两个谁的接吻技术更好一点啊？哎呀，你这个人真坏呀！我和闺蜜的哥哥谈恋爱，感觉怎么样？是。那叫你们回来呢，是玩快问快答游戏啊。女朋友的身高？三。一米七。女朋友最喜欢的季节？季节夏天，穿得少吗？那是你最喜欢的季节吧。你们结婚之后谁做饭？我做饭。谁做家务？他做家务。凭什么？算你坐月子吧，你别坐。那谁管钱？别捏疼了。女朋友生气是什么样子？女朋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？爱抠脚丫子。女朋友最喜欢的颜色？黑色，因为他喜欢穿黑色。哎呦我的妈！男朋友的身高179，鞋码42。你有没有给男朋友买过鞋？不能说鞋，他会离开我的。男朋友最喜欢的季节？最喜欢的季节是每一个有我的季节。把我都激上了。男朋友最喜欢做什么事情？最喜欢骑机车带我出去兜风。啊，好浪漫啊。男朋友最喜欢吃什么？最喜欢吃我做的饭，哪怕是方便面。对，也只有方便面了。最讨厌男朋友哪一点？最讨厌就是他们公司啊，小姑娘太多了，真的。回头不敢了，开了。哇！闺蜜和男朋友教室里先救谁？他们都会游泳。漂亮。所以你哪个都不救？我不会游泳。那你们两个谁的接吻技术更好一点啊？哎呀，你这个人真坏呀。他好一点。男生，你平时都怎么撩女朋友的？宝贝过来，怎么撩的？女生平时怎么撩男朋友的？还用撩吗？心都是我的，还撩什么？哎呦哎呦！麦给我吧。